粉丝黑三大佬凌空分享的又一个防守回放丢了59杯，一个无本的玩家太难了，现在是4336杯了。前面我分享的一期视频他掉了59杯，现在又掉59杯，两场防御掉的杯数加起来那就是118杯，接近120杯。想一下，一个无本的玩家要想在这个泰坦杯待那该有多难呢。看一下这个防守回放吧，被一个六本的玩家给盯上了。又是被一个水晶杯遇到，这个真没办法。水晶杯的一个六本已经挺厉害的了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。但是你一个水晶杯的玩家遇到一个泰坦二的就有点气人了。冲杯太难了，只能这样感慨。这位无本大佬又丢了59杯。加油吧。祝这位粉丝早日冲上传奇杯。